是吗？嗯，他说德语，他听不懂我们说话。然后开始中间，这个有白色跟那个，这俩不一样啊。这个是薄的，就得粘这儿，然后这样扣上，这个厚的粘下边。然后他那上现在应该是带管的，这就不管了，然后转。放好了，俄罗斯长什么去？然后拿起来，看看这里面这前面的这块，千万别肉眼可见有那个有东西不行。然后跟那个后边光锥跟那个把条要居中，然后居中完了之后就拧紧了就行了。如果有灰尘，它要打上，它的那点儿就掉不下来了，它就影响能量了。看这个，就是差不多居中，你仔细看，就是它这板条跟那个工锥两边应该都差不了多少，不能太斜。然后它那儿应该有，然后就留这么长，大概，就过这个管嘛。我走着。然后这根会比这根更长。差不多大概这个地方。然后这样就拧好了，拧好之后再插这个管上，看这管了吗？分两种颜色，就是浸和忍，白的是进，黄的是出，然后这样插，对应的这个，它那应该都是拧好的。我的意思就是得了，我就是全插进去。好。这样插好了之后，然后黑的就对黑的，然后这个红的，我还是意思给它掐一下，别到时候都不知道。然后这样，这边也插好，然后这个，然后掐好，行了。他那个。他这几根线，他那儿都应该都是接着的，他要没拆的。你应该，他应该没拆。他应该没拆，他他除了就讲了这两根线。对对，没了是吗？没了没了。OK。